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相信了很多人啊，期待着这个玛丽·陆莉的一个奖评啊。那我直接先讲一个重点啊，玛丽·陆莉这个角色呢，肯定是 T2 啊，想玩就玩，不想玩也没差，不会对这个环境造成影响。但是呢，也没到很烂，没有到下水道的程度啊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先来讲一下玛丽·陆莉呢。大家都知道，当他打到单体的时候，必定暴击。那这边要注意一点是，他的这个暴击呢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两倍暴击，而是只有 1.5 倍的暴击。应该不能这样讲，应该是说只有 1.5% 的伤害才对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带攻击装啊，并没有像那种阿伯说的那种天生的就是攻击好手啊，那个爆炸伤害砰一下，打一个五等而已嘛，爆一下可以嘛两三千滴血，没有啊，玛丽·陆莉没这种东西，所以呢，不需要带攻击装。好，那这一场呢，我们带的是巢穴，再加上禁止嬉笑打闹的嬉闹。那么这一场呢，大家呢看到我的标题啊，不要觉得哎呀，这居然比戴克兽更坦，怎么可能？没看过这么坦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玛丽·陆莉巢穴的这个回复能力，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回复能力啊？跟妙蛙花呢，妙蛙种子啊，吸啊，那个终极吸取吸到人的概念是一样的，人越多回复越多。那你如果呢，同时打到人又打到野怪，那就是更多的回复。那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。他打到野怪恢复的量呢，是打到对方宝可梦的量的三分之一啊。反正就是只要打到对方宝可梦，恢复量就是三倍。那我其实原本已经要远离家乡的，就离开这里了。但是呢，刚刚看到猎尖啊发出这个进攻邀请，结果啊人没杀到，塔没推掉，整团送掉。那我这边呢就赶快来到上路这边来看一下，再一次的见证一下玛丽·陆莉的坦度。我这边等级是七等，对方的等级呢也大概跟我差不多，猎尖已经到八等，但是你可以发现他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那这个坦中之坦的呆咳兽，你可以看在我们这个玛丽·陆莉残血哦，这个反打哇，这一波真的是惊呆了啊，全世界73亿人口。你们看到刚刚那一波啊，连这个攻击之王啊阿萨布鲁直接给我砍下来劈下来都打不死我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哇，玛丽·陆莉的这个回复量并不是他坦，是这个回复量实在太可怕了。因为一般角色比如说你打一个技能，然后会限制说可能最多叠两层，最多叠三层。那这个玛丽·陆莉呢，他的巢穴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限制，就是你来几个人来几个野怪，我就呢照单全收，照样给你这些回复量。虽然我们下塔已经爆了，但是我身上是有大招的，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猎尖是没大。那刚刚呢上一部影片有讲大招，我们可以直接打一整坨人，有没有看到我这大招直接炸下来，再加上我们这个巢穴粘上去。那记得呢，你在开启这个嬉闹的时候啊，哦，开启嬉闹之后，我们再丢巢穴。那刚刚的状况是呢，咻一下过去，跟咻一下回来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干嘛哈。这个猎尖就是好像一个秀一样，一个猎尖往右边飞，另一个猎尖往左边飞这样子啊。那我呢带的道具呢是伤药，这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坦，因为我们带的这一套这个技能组啊，有嬉闹就可以加速，所以呢其实不用那么害怕会追不到人。来，我们这边稍微的来到这个皮比较脆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我看到他们一坨人在后面，我想说要先绕一下。这边我开启嬉闹，躲开猎尖的飞翔，猎尖的飞翔有打到哦吉利弹，所以表示他的飞翔 CD 呢是有减免的，有减少的。好，我这边绕到后排，我想要呢来抓这一个后排，然后去捣乱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去抢龟，那只能看我们队友了。那这个时候猎尖飞翔过来，直接炸掉这一个暴尸龟。那这一波会战呢，基本上我们只能啊夹着尾巴快跑啊，玛丽·陆莉尾巴夹起来，夹起来，跟着跟着夹起来。那可以注意呢，其实玛丽·陆莉的大招回复时间是蛮快的哦。我刚刚下路那一波会战刚开始打的时候是丢了一个大招，那现在呢我又有大招。那这个水箭龟很聪明，一个二连推哦，直接把我呢从这个中校东路五段推到中校西路去，让我没办法去阻止这猎尖投球。那么拉回来讲，刚刚讲玛丽·陆莉的大招，他的 CD 很快，那到底是多快哦？1分29秒，是已经是 Pro 级的快了 ，Pro 级的快啊。所以呢，有些玛丽·陆莉是会带能量增波器的。那当然，救援屏障跟能量增波器择其一就好，不然的话装备会太后期。好，这边呢看到我们家的胖丁呢滚了个寂寞，哎，最后一下还是有打到呆咳兽的啊。呆咳兽这边我们要先收拾掉，先打掉这个呆咳兽，再继续打洛托姆。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对方人有没有可能趁这个时候过来？那猎尖如果有飞翔的话，大家要注意啊，他准备炸下来的时候，之前我们就不要再打哦，赶快停止手边的动作，这样呢，对方的猎尖就会误判这个伤害。好，那洛托姆是拿掉了，但是呢，这一波的话，
本来是想说要往前打的、啊，但是对方的人好像，我们的人好像并没有跟上，我们的猎鹰现在已经回家了，但又看到对方血量那么残，然后洛托姆走着走着，说不定有机会推进去，再加上我现在有大招，这个 moment 开刀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的喷火龙大招这个时间角虽然说有点大材小用，但我觉得 OK， 因为至少呢，洛托姆撞进来了，上塔直接爆掉，这一波是非常非常的赚。那再一次的提醒小朋友们哦，这个举动现在这个动作叫做让啊、哦，让起来，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进攻啊、哦，你只是在这里呢，直接让对手啊，要把你当成经验大礼包吃掉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等级是领先的，你这样被人家杀掉，其实很容易会让对手等级冲上来，所以刚刚那个举动呢，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波暴尸龟的强强，我这边呢技能组我先留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找到一个好时机点的啊、哦，哇，结果呢？这个没找到，因为我们刚刚队友是死掉了，所以我本来是想说要找一个比较好的 moment 再进场，但是来不及啊，队友呢疯狂投降，我就响应他了哦。反正我知道其他人是不会投降，所以就按投降。但我是觉得这一把是不太会输的。那这一把呢，也体现出了哦，这个玛丽露丽她的这个坦度。好，那它的这个嬉闹呢，在开启的时候呢，是可以增加自己移动速度 35%， 持续4秒钟。那它的这个控场时间呢是 0.75 秒。在13等的时候，嬉闹呢这个按下去之后，你的速度会更快，然后并且呢可以减少这个技能 CD 1.5 秒。那么另外呢，巢穴这个技能呢，在11等升级之后呢，是可以减少这个技能冷却时间2秒钟，然后并且呢增加它的这个 CD 这个回复量。好，那最后一波这一波会战，阿伯苏鲁已经丢掉了大招。比方说他们打闪电鸟之战的时候，其实是没大招的。那这一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利的，因为我们有五个大招。你们看到我们头上啊是五个灯全亮，那还有一个洛托姆在那边呢阻挠他们。那这一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输的。我这大招先开起来撞后面的九尾，那对方那边也丢大招，现在就是人人有大招就丢，但是我们就是比对手多一个大招，所以怎么打呢都不太可能会输。我这边直接粘了对方两个脆皮打，嬉闹。开起来撞向九尾，哎呀，蓦然回首，队友全死光了。再仔细一看，喷火龙跟幸福蛋头上还有灯泡，哇，天哪，居然有两个队友没开大招啊！我这边呢没办法，我肯定是逃不掉啊，我只能拖延他们啊，然后看一下测试自己的坦度，那发现呢还是吸不起来，可惜了。那最后呢，在我死掉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就把这个闪电鸟给吃掉了。我是觉得很可惜啊，因为最后一波有两个队友居然没开大，有开大的话，我们五个大打对方四个大，不要说这个有多强啊，光这个救援屏障啊就砸死对手了，对吧？那当然蛮可惜的，不然这一场我觉得是打得还不错，还不错了。好了，那这是我觉得玛丽露丽我一整天玩下来最最最适合她的一个技能组。那当然有其他见解也欢迎在底下讨论。好，那如果喜欢影片记得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面。那之后的影片呢也会推这个介绍玛丽露丽其他的这个技能组。好了，那就拜拜了。